至上嗰條間口咧，啲水好大嘅，會好濕嘅。嗰條間口咧濕咧就好滑嘅，所以我哋今日要改路啊，行呢個南朗山嗰個加油徑就算噶啊。南朗山嘅咧，我哋行嗰條加油徑就會去到地到頂嘅位置咧，就喺嗰度睇下風景。第一個下晝咧就會過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鴨脷洲，即係由嗰度行啊，嗰條橋咧行啊，天橋過鴨脷洲。咁我哋喺鴨脷洲大家都嚟行下嚇，咁、或者你中意喺嗰度我哋喺嗰度帶你行曬個鴨脷洲海旁之後咧，咁你中意咧就可以坐嗰啲船仔，好平嘅啫，過翻對面香港仔坐巴士又得，或者你中意行翻嗰條喺呢個鴨脷洲大街有一條隧道，可以通翻去呢、這個利東村嗰、那個係咪利東村啊？係啦，嗰個地鐵站嘅嚇，咁啊嗰啲設備都幾好啊，有 lift 坐有成噶嘛，又有冷氣有成，所以到時任你選擇啦。咁或者到時今日睇天氣啊，如果得嘅咧就會喺呢個南朗山嗰個潑水庫就第一。南朗山不怕路長，我有理想心愛郎，大步上山不怕路長。像神兵胜威壮，志气高昂，旗帜飘扬，同队友去闯更坚强。大步上山不怕路长，自由领队指方向。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啲旗友一路过马路行啦吓。
上防水衣啊。得錄影啊！好，咁样唔得。